是什么呢？照顾忘记的，其实不是照顾你啊，你让我看我的春晚。到底。好，今日就是要来讲武汉肺炎的代志，因为大家拢足关心的，拢去戴口罩，所以我戴袂着口罩。是怎样？这面是水就对了。是苦不是水，口罩的代意，干哪件啦？嘴暗。嘴暗。嗯。嘴暗。我猜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那是戴袂着口罩，我看别人家己做土炮的面罩。面罩台语我还真不会讲哎。所以今麦我做一个，把你戴袂着口罩，我就唔惊啦。爱做别物。一个矿泉水，空的，空的怎么讲啊？你讲对了，为什么那么质疑自己？我就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。我的台语不是很好，为什么要睡啊？快点啊，还有一个线，先切一个空，这样就用夹刀去夹一圈。 OK， 现在就夹好了，这个挂不要拿出来，不要拿起来，不要拿起来，不要打开，因为如果是姚明站在我的旁边，他打个球，他会喷进来，因为我比较矮，所以现在就来试看看我做的。 OK，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欸，那也叫安呢，唔通个头这么大诶！改掉改掉，后边切一刀，烦死了。OK， 啊 OK， 没有啊，我觉得你嘴巴完全没有防盗，那个剪太高了。以后要用的话，就是把那个剪低一点。可以耶，我看不到诶，有一些水蒸气的问题。欸，真的诶。OK， 谣言破解，这个面罩是。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现在大卖场买得到的水最大就这样子。你若是我切一半，我就做一个头前的面具搭在后面，因为太麻烦，我带一个去改良面罩。我觉得网络上那个是不知道是多大的，那可能是10公升的。我现在把它改良，这个拿去戴一下，后面不要继续 DIY， 拜拜。头前我看一下，啊，痛，你干嘛用力。